来请看南加州有哪些社区活动。美国客属商会将在20号上午9点半在美国客家会馆举办房地产投资技巧如何在下个5年由10万元成长为100万元讲座。商会特别邀请房地产投资专家开讲，针对现在想要买房的民众提供许多讯息以及远景计划，还可以和专家交谈，得到最直接的建议。欢迎民众前往。华裔舞蹈协会将在20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在圣盖博大剧院举办第26届中华舞篇舞蹈公演。今年表演的14个舞蹈团体会带来各种不同的表演。舞团希望借着这样的机会，互相做一些舞蹈和技术上的交流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给侨胞们带来传统文化和舞蹈艺术，欢迎民众前往。